亚生冠军红包同志网，迎赐 Edison 老豆。恭喜你啊，朱晓辉！前晚亚洲先生竞选攞咗冠军，寻日咋就即刻有人爆你大镬，话你依家鼻高面尖，同以前唔同晒，怀疑系吸毒受面，又话你同 Edison 老豆关系密切，前年仲俾人影到你帮陈泽文斟水，佢喂你食虾片、啊。因为他跟我们公司的老板是朋友，当时的情况是。他们拍到的是经纪人正好不在的照片，话系去倾电影合作嘅嘢咋？咁话你吸毒变瘦呢？绝对没有吸毒，连烟都不抽，我只做健康的东西，不健康的东西我从来不做。系啊，你健康到连同志都 like 噶。我哋寻日喺同志网发现你唔少着粉红色深深底裤，湿身，当无相，张张都好露骨啊！